啊，可恶，居然是磁爆菇。来自粉丝的投稿，一图流20000阳光，随机僵尸三巨头，铁门矿工加撑杆，一下子全部完蛋了。他们三个出了那么多期风头了，也该制裁一下了。对了，老大，红眼白眼让我转告你，他们俩这期来不了了。三巨头没有被提名，他们已经去请年假了。哎，别啊别啊，等等，年假？不是不是刚过完年吗？大嘴的运气测试第22期，第一只鸭子僵尸，第二只路障僵尸，第三只路障铁门僵尸，第四只你是不是要来七只路障铁门呀？五香蛋鸭子僵尸，一时间竟不知要攻哪一路。跳跳僵尸22期了，跳跳僵尸第一次九大实力。海豚僵尸，又是跳跳僵尸，路障铁门僵尸，五香蛋顶着压力成功吃掉了一只磁力菇。武王僵尸，武王僵尸根本走不过两格的地刺。大爷的帽子，拿来吧你。蹦极僵尸，这个等那两兄弟真的不来了吗？来一个也行啊。海豚骑士，你现在可以去休年假了，一整年都不要回来。这是白眼巨人，都说年假没批假了。路障僵尸，第二只白眼巨人，你们是因为没批假期集体回来了吗？撑杆僵尸，这个版本的黄油伤害极高，白眼甚至没有打爆第一个地刺，身上就已经有绷带了。豌豆射手，居然没有注意到，小鬼头还偷了一个玉米。跳跳僵尸，矿工僵尸，他再也快乐不起来了。铁桶僵尸，不过这个磁力菇的脑却好快。跳跳僵尸，蹦极僵尸，小鬼头，红眼巨人，耶！豌豆射手，对了，有的小僵尸说把随机僵尸放到植物上可以卡出来蹦极僵尸，我点了不行啊，调了啊，不信摇不成摇。跳跳僵尸，潜水僵尸，又是跳跳僵尸，我们现在玩的还是随机僵尸吗？我玩的是跳跳舞会吧。投篮僵尸，好家伙，一路后排全部被切，红眼也没砸完第一个地刺。海豚骑士，普通僵尸，梯子僵尸，吉祥豌豆，海豚骑士不是让你不要回来了吗？蹦极僵尸，铁桶僵尸，普通僵尸，蹦极僵尸，白送九只了呀，事不过十。二爷你也放假了。路障铁门，跳跳僵尸，豌豆射手，矿工僵尸，又是矿工僵尸，有种再来矿工啊。海豚骑士，鸭子僵尸，又是海豚骑士，有没有修改器啊，直接把海豚骑士删了吧。普通僵尸，这个黄油真的是无敌。鸭子僵尸，骑着路障铁门，停车体验卡，不爆辣椒，赖皮海豚，憨憨鬼头，飞上撑杆。老大别进来啊，这倭瓜总能砸死一个磁力菇了吧。潜水僵尸，我要开启尸潮模式了。豌豆射手成功射爆一只磁力菇。哎，等会那个谁，你怎么还往回跑呢？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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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路障僵尸，高坚果，又是路障僵尸。二路高坚果成功吃掉磁力菇，全线进攻。路障铁门，红眼巨人，我们随便抽一只去把一路的脑子吃了，振奋一下军心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，陪我弹琴写歌，每一分。五路高坚果突破，二路高坚果突破。三路红眼突破，武王僵尸，路障僵尸，大爷还剩1775阳光了，到底能不能过？大爷你被开除了，路障铁门白送。漂亮，你们都是成双成对的了。吉祥豌豆，帅，直接两只全爆。一路补刀，武王僵尸。四路再抽一只，白眼巨人。Place 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. Told you.